里面无法结婚，真的就是一个婆婆他真的喜欢的事情。阿斌，快点！啊跟瑞森亲的那个，不要说了，我真的不想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没有办法结婚，真的就是一个幌子，他真的喜欢的事情。我觉得说找到我的爱，承担那么多问题，做我的爱，在我的妈，哎，这个男人哦，哎。开始让他上线的话，我觉得应该非常正常。你嘛袂用遮尔丑陋啊！啊，就伫咧便衣跳舞互我看的时阵啊，伊互我发现伊是彩虹果诶。啊，恁拢讲林子胜是王哥，伊会遮尔巴结我，就是为着要互林子胜有好印象啊。嘿啦，其实我杀了子胜真久啊啦。啊，拄则看伊甲丹青坐了伤过我。我一时挡袂牢，我就冲过来阻挡啊！看起来是开放摊摊，想要安抚我甲丹青，结果煞出错啊！阿姨，那是因为丹青拢知影我的状况啦，所以我甲丹青就亲像是好姊妹啊、好朋友安尼啦。阿姨，即马是平权的社会，每一个人哦，拢有爱人的权利嘛。不管是查甫查某的，老的少年的，爱就是爱呀，阮同款啦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李瑞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李瑞。再加这个，快答！耶！
我的啊，干嘛我一定要跟你一样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喜欢霸气的，就是可以镇住你的，有点讨厌你的属性。对，就是马头。马头。对。肥胖还是肥胖？肥胖哦！我靠，你现在剪秃头不能，还有假发啊？那个，哎，肥胖哎，肥胖可以剪，你秃头要你要剪多久？很快，那个假发一戴上去就结束了。不要剪啊，随便。还有钱但很丑，那像他这样子，断掉，脚还可以走啊，会想要断手还是断脚？脚还可以走，当然选断脚。你断，你不要选断脚，你为什么？那你应该断手。你想断手？不是啊，我宁愿断手，但是我的脚还可以走啊。你断脚你都不能走，你就只能躺在那边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是不是卡丁等你？对啊。那不一样。我是可以装一只。不一样。你手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。对。李乐生。哦，很给面子。不错。他自己的定位在这个行业总是要需要有点客套吧。唱歌要演戏，听唱歌很难听。我本身就属于不会演戏，但是认真。那他本身就哦，我本身就是个又会唱歌又会演戏的人。没有，没有。上天啊，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很爱他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两个人有着我的，在你和天空之间，只看见你。可以吗？来，让你唱，来。再没有希望，抱你。买饮料。对，买饮料。就这样子。对。而且我们都知道对方要喝什么。对，他喜欢喝维他利，我喜欢喝。哈哈哈哈哈。维他利。我问他。这个就是他的高玩，为什么是紧张的时候会出现吗？还是大概思考過？然后他就会这样。哦，他会那个，是，好，准好，对，是真诚的还是？真诚，真诚，真诚，很真诚啊，很真诚，反派，反派，为什么？反派曝光率比较多，然后那个反派的灾难会比。好人还来的少一点，可能是大事件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灾难性，所以反派，而且反派会比较有经验。对，反派会比较有多一点的挑战性呢、啊。可能他怎么样去变成一个坏人，这个是都是内心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反派有没有像挑战？可是你们演反派不担心会被骂吗？不会啊，会，我真骂啊，我之前被丢过橘子，就是一样，就是一样。丢橘子，然后隔个几分钟，他也找他婆婆妈妈来，就是一个，就是该拍应该找谁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认真的。我没有骗你，然后摄影师出来帮我。第三个谁的机会特别大？三二一。佩奇姐，就佩奇姐对。我跟他对戏，我会这样一直抖。他的气场太强大了。麦克开工在我面头前，安尼射来射去，射来射去，我看个足惨白的，足讨厌。那个眼神，只要一跟他对看就，我完美了你啊！哪里我完美了你戏？你给谁？那佩奇人很好，我必须要强调，就是上戏的时候，因为他很入戏嘛，所以他那个眼神跟气势看到会不自觉的颤抖。